賈斯汀，你们那个地方没有台风吗？对，我们那边没有台风。我在台湾大概七年，我第一次那么怕台风，哎，就是这一次。我看到家附近的那个麦当劳，哇，倒了，哎。好恐怖哎！所以麦当劳变 W 就对了。对 ，W。我不知道这个台风来，那个水会很脏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先上厕所，然后上完我要去刷牙，刷牙到一半就是吐了，然后又看那个厕所，说奇怪，怎么那么脏哎？我东西也没有那么脏哎，再冲一下，然后我就洗口啊，又回去还是一样脏哎！天哪，怎么那么脏？后来我发现。水都是脏的，对，对我已经洗口了，所以我就出门要去买那个水，水都卖光了，对，抢光了，水都卖光了，我用无糖绿茶洗刷牙，哎，你真的跟我一样哎，无糖绿茶，你也是，其实我跟贾斯汀一样，你也有。哎，我在台湾十年了嘛，也经历过好几个台风嘛。对对。平时都觉得还好，台湾人怕什么？脏水没有发生过，很可怕了吧？结果这次真的太可怕了。我没有，你们运气真的非常好。算好嘞，我用黑松沙士漱牙，绿茶都卖光了。